哇，真香！慢着，还差一点儿。你这个东西呀，有点邪乎啊。要是处理不周全的话，哎呦，就麻烦了。那VIP 全套餐八折。也像模像样了呢。该切的都已经切掉了。大元去哪儿了？大元一大早就出去了，说是给师兄多准备点东西，让师兄好好上路。快来帮忙！哇，好多东西啊！大元，你这都太屌了！这是你第几次干这事儿了？呦呦呦呦，还有这个！话说大元，你是不是躲在被窝里偷偷？哪有？小彬彬，别玩了，快帮忙布置。好，汪汪。师兄，一路好走，别再回来找我了。一路好走。好走。这也算是风光大葬了。哇，大家都来了，比上课人还齐。欢迎欢迎，汪汪！我们听说师兄他……师兄，我去，又是这个死娘炮，真是阴魂不散！耶，哭起来看着更娘了。大家都来啦，那我们就赶紧进行仪式吧。完事后我们吃萝卜火锅。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来悼念师兄的不幸离世，并向他的遗体做最后的告别。师兄怎么就死了呢？我衷心的感谢大家来大院，别说了，与我们共同分担这份悲伤。就是，别不管分外，一会儿再说。让我们集体为师兄默哀三分钟。千万别回来了！我你呀，四兄挽救九舅了，玉华要被三兵包围了。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，一会儿聚餐一个萝卜不够分呐，咋办呢？师兄，从你瞥我的第一眼起，我才发现，走开！为你宽衣暖床，生猴子。才是我生命的意义，而现在你一声不响的就离开了，把我独自一个人孤零零的抛弃在这个没有春天的世界里，你好残忍！我去，真是死娘炮，死了爹也没见哭这么惨，想死了！师兄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！Thank you.
雪泽，雪泽你怎么了？小泽，喂喂，我女朋友好像不舒服，你快来帮帮我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哇，这个充气娃娃耐子好大哟，第一次见呢。刘琦，快耍给我们看看。淘气，这肤色，你好这口呀？什么？本来很白啊。换换口味嘛、嗯！不行，我接受不了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琪琪给你争夺一下。咦、嗯，你好媳妇呀、啊！真的吗？真的，触感好好啊！有没有用过啊？我每次都有洗的。哎，别碰那！你们在干嘛？好吵，我该睡觉了，小点声。我们第一季到现在为止就结束了。其实在这12集之外，主创团队最开始还做了2集，他们做得太差了，没脸放出来。哎哎哎，仙女，所以师兄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秘密。切，那有2集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少来，一次是你日门，另一次是你摔了个狗吃屎，简直二到爆。哎呀，那还是不要放出来了吧，太羞耻了。哎呀，那有什么，放出来放出来，咱们制作团队活越来越好了，时间也越来越长。对对对，放出来放出来，汪汪汪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还是听听观众的意见吧。如果大家想看，请留言或者发弹幕，或许下周三我们又见喽。哎，下周三还见不见啊？发的消息你不回，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，没梳的头发有点乱，屋檐上麻雀在逃难，嗓子的疼痛有点重，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。